我从那边过来，然后呢？我后面，他跟着你后面是吧？是的，我就觉得有个人好像跟着我很近，然后我就往后面一看，然后他就抓了一把，然后就冲过去了。意识贪玩，贪玩啊！27岁的贪玩，因为后来我真的遇到姐姐了，然后我就喊抓色狼。然后他说要我去找色男，我就跑到前面去了，跟他一起。然后他就在前面，然后我们喊他，然后说抓色男，然后他就停下来了。我就是在一个人在家里玩着就闷了，然后看见有个人好像我朋友一样，就抓他一下，玩他一下，就是他玩了一下。你看到熟人都是这样打招呼的？没有，就是闷久了，就以后再也不搞这事了，以淫以为戒。